这还热心观众啊，这舔着脸握手去了，拿嘴当年子了。谢谢大伙儿啊。对，刚才是我岳哥经过了一轮详细的介绍，我相信很多观众也都蒙圈了啊，还是没听懂，也都没听懂、啊、确实分这么两个队伍。嗯，还有一个栾哥和炳哥各带一队，这个叫平九轮，是我们的队伍。对，平呢就是栾云平，嗯，然后那个九呢就九良，还有九零。对，然后轮呢就是去，嗯，哈，没想到在天津还有一定的人缘。哎，对了，当然了，这主要是我们九字科来说，你看这赛是九字科当中的佼佼者，周九良周老师，哎。啊，今天来说德云大咖基本上到齐了。嗯，我们在当中呢也是叫沧海一粟。谁呀、啊？谁呀、啊？对，就是一奶奶呀、啊。就咱啊，没什么名气。沧海一粟，您这是过于谦虚了。对，跟他们是比不了啊。真说沧海一粟是他们，你也会下来的啊。相声竞演就是有主题的。对。对，这期的主题呢就是比较简单，叫内卷。内卷，从简单的意思来讲，您介绍一下。我觉得内卷啊、嗯、就是什么搞特殊。搞特殊，对，比方说别人穿大褂你穿裙子不一样，别人一米八你一米二，哎，别人不烫头你烫头，别人结婚了你单身狗。哎呀，扎心了。当然了，演员我们台上你看啊，其实台上就有内卷这么严重的事情。咱们德云社对哪儿有斗着呢？演员都是斗虫。嗯，在台上谁也不服谁，比效果啊，看谁火不火。嗯，但是比的内容不一样。比方说吧，有一演员一上台染头发，观众一看哇好帅啊，为了好看吗？对，咱也染一个。你染？对，都好看吗？我染一绿的。对。绿的啊，头发有特色呀。您听我的，连胸毛一块染了。狡猾。你们几个的笑点比较怪啊。我觉得你说这些东西有用吗？哪有一点用？实际跟相声有关系吗？嗯，一点帮助都没有。是啊，但是呢这帮人就那么比拼，我觉得没有意义。不光台上，台下也是比。台下比什么呀？现在德云社流行一个什么知道吗？嗯，比谁瘦。瘦？对，减肥啊。你看一个烧饼减肥，大林减肥，嗯，火了，人减肥成功了。对，减肥都火了。嗯，那你呢？我也瘦了。是不是您？我真说要减肥确实也会很瘦，也会很帅。哟，真的，我要减完肥我不骗您各位啊。嗯，哎，从后面看就是张翰，左面看肖战，肖战，右边看李现，李现，从正面看傻蛋。这不讽刺我？我问问你，问我谁给你的自信呢？这还张翰肖战，您快别糟践人家了啊，你现在都卡粉了，你这脸上。真的，我为什么不想瘦下去？就是给他们留点饭吃。我真说要瘦下去，哎，还能显出孟鹤堂、秦霄贤好看吗？告辞，告辞。哎嗨嗨、哎哎，我就知道你拦着我，我不能就这么下去，就这么下去，冷板凳真的会有我。就难少一包。别那么自卑，这是。我也不爱掺和这些事情。结婚了，成家了，有孩子，心态就不一样了。照顾家里头。对，就是照顾家里边。你比方说，但是照顾家里边也有一点问题出现了，老在外面工作，确实跟家里边待的时间少了。工作忙，我回家的时候我儿子都不认识我，一进门这谁哇哇的哭，认生了，不认识我吗？摘下帽子，摘下眼镜，摘下口罩，摘下围脖。对，你我这是围脖啊。嗯，我下回织上再戴行不行？不是，明星范儿啊，都得捂得严严实实的。回家了，你这带什么呀？你看回家了，现在在路边不有街拍吗？不得弄得像明星一样吗？哦、到家终于摘了，认识爸爸吗？啊，哭得更惨了。哎呀，终于见着活的了。我一看这个，必须啊，在家里边这段时间就得把这个孩子对我的爱得夺回来啊，增进感情，多接触嘛。对啊，我说今天晚上
我哄我在这睡觉。我媳妇说：“你能哄睡着吗？瞧着吧，今晚爸爸给你唱歌，睡觉啊，听爸爸给你唱歌，安眠曲。嗯，唱一个吧。”世上只有爸爸好，没爸爹好。你有点硬来了，什么意思？那不妈妈吗？啊，我儿子也说了，你有点硬来了。那不妈妈吗？我说行行行行，爸爸给你换一段、哦、啊，听这个。爸爸，烛光里的爸爸。这还是妈妈。我儿子也说了，这还是妈妈。嗯，爸爸带你换一段啊，听这个。亲爱的爸爸爸爸，你们好吗？行，你们家都是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里布爸爸布爸爸比尔爸爸布莱特爸爸布莱布。我媳妇儿说了，我媳妇说像话吗？你这个，你这玩意儿，你这么哄孩子能睡觉吗？对呀、啊，你给他放相声啊！我说放相声，听相声入睡。这相我那相声多逗啊，啊，多搞笑啊！你再擦擦你脸上的粉吧，要不？谁给你的自信？我媳妇儿说谁给你的自信啊？没完了是吧？我媳妇真这么说的，人家不是让你放你的相声，嗯，放岳云鹏的《五环之歌》。哦，那可乐，我说那有什么可乐？那破歌有什么可听的？嗯、听那歌他能睡着吗？放吧，啊，我再看我儿子，睡着了。对，说，还这么用啊？比你好使。行行，我觉得陪他睡觉可能我这个差点意思。那你陪他？哎，陪他写作业。我媳妇说你陪他写作业，你看着这个，你天天陪着我可以啊。我说你会吗？但是我觉得我跟这方面跟我媳妇产生了一点隔阂。怎么呢？有的题啊，我觉得我的理解和我儿子的理解是对的。这么一道题，说小明有十块棉花糖、十块棒棒糖和十块冰糖，说小明吃了十块棉花糖、十块棒棒糖，还剩什么啊？我儿子回答还剩糖尿病。我觉得对呀、啊，我对就是糖尿病。要都吃了的话，就得问胰岛素剩多少，餐前还是餐后？不是，拜糖瓶、二甲双胍要不要？这是数学题，不是生活常识题。媳妇儿，我媳妇儿说你要这样的话，咱别教了。对呀、啊，这孩子都让你误导了。嗯，我说行，不教不教呗。爸爸给你报一班，嗯，有什么兴趣跟爸爸说，都能满足你。喜欢什么呀？武汉邻居家都有那个孩子学钢琴，哦、高大上嘛，给我儿子学这提升气质。爸爸给你报一钢琴班，这好，来这个，学这钢琴。嗯，我儿子不愿意学，啊，天天练着钢琴，看着表，每天一小时，嗯，练。他说爸爸练完了，嗯，我哪儿就练完了，是我这看着呢，你没练完呢，兴趣爱好你得把它都摁了才行呢。哦，挑着摁呢，你是缺心眼儿吗？那两边的不都白买了吗？您也是过日子的人倒是。我说儿子确实钢琴啊爸爸差一点，你说别的吧，教一别的。儿子说我想学唱歌。行了，这行，打手背上了。德云社咱唱歌可以啊，爸爸叫你唱歌，他唱的确实不错。想学什么歌？哪首？想学岳云鹏的五环之歌。不听五环之歌，听了吗？邻居都喊了，学小娟儿。爸爸叫你唱小娟儿啊。哎呀我的天儿啊，破鞋露脚尖儿。我儿子说爸爸我不想听小娟儿，我就想听五环之歌。人有喜欢的。不听五环之歌，那破歌不听，就听小娟。小娟好听。小娟不是破歌啊。不是小娟好听。小娟你知道吗？老师让我不听，我不听，我就想听五环之歌。不听五环之歌，听什么五环之歌啊？喊人了。五环之歌什么好的？东北孩子就得听小娟，都得唱小娟。啊，小娟比五环之歌好多了，记得没有？就听小娟。是我这么一趟话给我儿子一下训哭了。是啊，一边哭一边说呢。说什么呀？中，恁的小娟唱的可带劲了。没什么可话的，后来有进步，他上来不像以前那么闹得慌，嗯，这证明以前那闹得慌也是一个不自信的表现，现在沉下来了。哎，谢谢大伙儿啊！怎么了您这是？话筒先玩一小时。钓鱼来了。
刚才我这儿海干，你们几个干嘛呢？把话筒扶一下子来，撅着一个。刚才呢，欣赏了一段这个弄话筒，这多火爆！刚才这四位表演了一段，是吧？对，这边有这个，再加上刘晓婷，一共四人。不是，不还有只鸡吗？对不对？鸡不能算啊，这个这烧饼和疯狗，还有鸡，鸡犬升天。呵。那小词儿整的啊，还叫上了一个比较过气的岳云鹏。岳云鹏可以没过气儿，对，很火的。对，尤其参加逗笑社的这帮演员都是很火爆的。嗯，是水涨船高。对，逗笑社节目一播出，我们的人气都在增加，主要是挣多一点。对对，嗯。这不，昨天来说吧，嗯，昨天你看我们录节目当中有一观众啊，看着我，哎，阎鹤祥，认识。这是真的，你们看这个节目播出都会有这一段。嗯，我还跟他开一玩笑，我说我有那么丑吗？他说有。这都是真的。其实你俩人比分咬得很紧。咱们肥也别说肥，对于我来说吧，在德云社当中啊，名气一般，啊，也就是没有什么名气，就那么一呢呢。咱是中不溜吧？哎，但是人说咱没有什么大电影来找我，小电影呢也没有。您就说都没有就行了。但是来说最近啊，跟各位报销一个这个好消息啊，爆料爆料，爆笑的好消息。这个不会被扣分吧？我师父不会说给他画一道。坏蛋们，就说来说我吧，最近来说也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嗯，一个广告来找到了我。广告，哎，对，可以啊，一个护肤品，虽然不是，对对，不是给很多钱，但我觉得我这个广告我想接下来，这可以找你啊，护肤品也符合我的皮肤，脸多白呀，哎，对对对，就因为这个找的我，什么商品？就是搓脚石，搓脚石在你们家叫护肤品呀，保护皮肤的呀，怎么了？这多白，对对，不是。不是，这搓脚石也找广告啊？对，人家呀、啊、就有广告之后啊，要一个大的这个宣传，有一个好的名头。哦，是啊，所以找到我了。行行行，我想把这个拿下来。但是来说，你看，跟副总在一块儿的，咱不能白了您。这个活儿虽然不大，挣钱也不多，我觉得咱一块儿来。我你太，因为我发现你也没什么活。对对，确实，真是我太感谢你了。我一直我就想干点什么，多挣点。对了，人说啊，这个是因为什么呢？都知道咱这个现在德云社比较火嘛。嗯。来了这个之后，让咱给出个主意，怎么来包装，怎么宣传？来这个就搓脚石是吧？哎，而且名字来说，让咱们自己起。起名字啊？那咱得好好起一个。您副总您说吧。叫名字来说，你听您的。特别操搓脚石。你说这不是德云副总，你们有点文化的水平吗？你这搓脚是讲究就得操啊！不行，你再换一个，这差了。就下村搓脚，你去捂那冷板凳吧，好不好？就下村，这都不行。哎，要我说，咱叫火辣辣，火辣辣，麻辣搓脚石，什么麻辣搓？到时候弄一系列麻辣搓脚石，蒜蓉搓脚石。你这是搓脚石，这是小龙虾呀？这不行不行，你让观众记得住吗？不行不行。哎，这是食品，叫平轮搓脚石。不是，你觉得咱俩还不够臭吗？轮平，不是，这更绕嘴了。叫什么叫德云搓脚石？这怎么样？这个、名头大呀！这个这多这名头大，更容易让人记住，对不对？德云搓脚石，要不叫德刚搓脚石？哼，不行不行，这会影响我工资。好，那你只能去搓脚石了。哎，咱就叫德云，德云搓脚石，这还大，这稳妥。咱粉丝还多，以后观众都、嗯、啊，收我的搓脚石，这是我的。以后咱们再上台，台底下都扔搓脚石。对对对，好好好，刷礼物都看我的搓脚石。好好好，挺好吧？好好，最起码来说这个名头有了。嗯，然后再给这个怎么包装这个广告，广告的创意咱再想一想。是，提到搓脚石，马上都有点臭了。对、嗯，这创意来说吧。现在啊，我已经分析了几路，因为咱们这个，你看这古力多的广告就是我给想的。你有词儿，古力多的词儿就我编的。你说两句我听。古力多多多鼓励，多多鼓励，古力多，古力多，让您的营养生活更健康。古力多，您一生的选择。简单啊，
张嘴就来啊。还有那个咱赞助品牌华帝蒸烤一体机，既能蒸又能烤，让您的生活更美妙。华帝，您一生的选择。啊，搓脚石要搓脚，用德云。德云搓脚石还您脚的清白，德云搓脚石您一生的选择。哥，咱真接不住人家，人太火了。张嘴就来，不是，你光这句不行啊。一句你觉得太简单了吗？多新鲜，全苍白了一点是吧？什么都是您一生的选择呀。也是啊，跟他们雷同有点越啊，不太好。对。哎，来一这个，来一这个，我是你的什么？你是我的德云。哇，原来人家只是搓脚石。对啊，这样我就能天天把你捧在脚心。还捧在脚心，你脚会攥拳头啊？你这么说观众能记得住啊？不是，你这是老广告词儿。那你说有什么不会？老说我，你这嘿，你媳妇脚现在越来越细乎了，那是用了德云搓脚石啊。德云搓脚石搓出的脚就是细乎，我一直跟他说换块贵的，人家就不换呀。德云搓脚石明天见，德云搓脚石天天见，用了德云搓脚石，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你错了。哎呦喂，我没想到你现在也学会剽窃了啊。什么剽？这都是老词儿啊。那老词儿观众能记得住能知道，一下观众能知道。不行，这不行，用人这人不乐意。来点新的，来这个，哎，来这个，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我的脚皮我来搓，要多洒脱多洒脱多洒脱。不行，你这特别容易过气儿，时效性太强。对呀、啊，这也不行，来经典的，经典的片段让观众能记得住，好不好？来那个，来这个，五年。你知道这五年我的脚皮有多厚吗？你知道吗？你不会搓吗？我只选择德云搓脚石，这个搓脚石我要定了，师傅也抢不走。我说的，这是我一生的选择。只是说这俩人会说相声就完了。哎，他们用的是相声的基本技巧，对，嗯，没跑出大梁子，没跑出传统的东西去，嗯，不是。你在跟吓跑喽，就是太激进了是吗？多新鲜啊，不够唯美。这样再想创意有的是，创意有的是啊。咱来一个唯美点的。对呀，还得经典的。是，还得一出来就让观众能知道的，这样能长远了。新白娘子传奇，这可以经典啊，大伙都知道，而且唯美，两个人的感觉，这可以。行不行？可以。咱来这白素贞了。行，就来游湖借伞这一块。好，我来那个白娘子。我呢？你来搓脚石。我劝你，怎么了？不是，像不像啊？不是，我怎么也得来点词儿啊？带词儿的搓脚石。不行，别，那你就不来了。你不，那你来小青行不行？那行，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搭的桌子，现场表演一下。好家伙，改锤子了。音乐。怎么了？刚要开始收拾，毕竟咱们是蛇。蛇，对啊，蛇呀、啊。咱们这样就容易，就让人觉着太蛇了。啊，蛇，哦，对，蛇，咱们是蛇，不能这么出来。对，是蛇不能这么出来。对，这就怨我了，是有点对不起，有点草率了啊。是，再来一回，啊 ，music。怎么了，蛇？干嘛？我镜头刚上来，
刚好这劲儿。你跟这顾求什么呀？蛇要怎么说了？蛇不就这样吗？你这是蛇，你这是蚯蚓吧？蛇不就这样吗？咱们是经过修炼的蛇，咱们有腿呀、啊。这么好的工具不会利用了怎么、咱们已经是蛇精了。对呀、我有点像蛇精病了。就是对，但是也不是怨我，我觉得啊，怨音乐，你知道吧？我赖音乐，这音乐太亢奋了，给我来一个柔美点的音乐啊，最后一回，来，他这活能落住一分一分的，错了重来。 Music。姐姐，青儿，你看今天的天气。青儿，你在扎着我。我青儿，你哪儿偷这么一把破伞啊？姐姐，你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啊。是啊，杭州美景盖世无双，真可以这么说。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啊。什么叫死了几的清香啊？姐姐是听一个说相声的这么唱的。别听说相声的瞎说。是桃红柳绿。青儿，你发现这个要不唱还真不会呢。哎呦，完了，咱们要咱俩别上了，哥，我不想上了。咱们来点正文吧。好啊。哎呀，姐姐，哎呀，姐姐，怎么了，青儿？你现在的皮肤越来越嫩了。青儿，你的皮肤是用老抽了吗？我不行了。这是你多少年没脱皮了？1003年了。真是的，听我的，用德云搓脚石啊。真的好用吗？当然了啊，星儿，你听着，还有词儿呢。是谁在耳边说，脚上的皮很多，搓，只用这一块儿搓完了，就像敷面膜。搓，我劝您用德云，用德云有效果呀。姐姐不要再搓了啊，再搓您就没腿了。没腿正好啊。那怎么出来呀？咱们雇佣啊。这个谢谢大伙儿报以热烈的掌声啊！谢那个刚才是前两年最火的相声演员鲍木，现在也火，现在也火哈！今天啊，心里特别的忐忑，嚯，也特别的高兴，回到了我的家乡，看到了我的亲人们，谢谢你们。哎，看着没有，到我的家乡了吧？您东北的，今天我算是主场了吧？得，对不对？来到我的家乡了，这都是我们的亲人们啊，对不对？亲人们，这个客人来了，是不是得有点东北人的热情啊？哎呦，好点，受宠若惊是吧？你看我们的热情也表达完了，这个给那个所有的朋友们来上果盘，算栾云平的账上。不是，为什么呀？你看我们都表达完热情了，您是不是得还还礼啊？我是主人，您是客人。来主人家有空手来的吗？不得拎点果盘啥的吗？哦，不，对不对？能空手来吗？说的确实对，不是，但是吧，这人太多了，就我挣这点钱呢，都买了果盘，我就白来了。你看，要不说那个总队长其实挺抠的啊。没关系，各位啊，保证您能吃上，对吧？您果盘继续上，服务员啊，算那个我师傅的账上。哎，郭老师可以，郭老师，郭老师，我师傅不会给他画一道吧？我师傅可不高兴的。我也不至于。确实，那个算了，果盘确实挺贵的，给他们上点瓜子得了。
瓜子儿比果盘还贵。好，服务员停，什么都不要上了。不是，什么没有了。对对对，那个就呼吸点空气得了，哈尔滨的空气特别清新。啊，这确实优点。请您呼吸呼吸空气。好好好，对不对？来到东北了，说两句话啊，这个栾哥、栾云平啊，都认识吧？哎呦，谢谢您，谢谢您。确实哈，确实你的观众已经都来了，一二三四五位。那么，有我就不错。确实来说，毕竟来说很少来东北吧？对，能感觉到来了一般都是工作。哎，到了东北分社，到这儿来说也没常逛逛，没有，对这儿的文化方面也不熟悉。那肯定不如你呀。对了，今天来的人为什么说你看你的观众少的？我都是我的亲人啊，不知道说什么呀，不知道奔哪儿去。到了东北来说吧，我最起码得给你简单普及一下东北的文化。好啊，哎，这得跟您学。有一句老话啊，在东北叫一山，一山不容二虎啊。啊，不是很少来东北吗？这不是什么东北话呀，这个。那二山，二山不如四虎，二山得六啊。哦，您这是算数。三山，三山得九，三山来迟。不是，您这完全是方言呢。哎，方言嘛，你多少都得会点。嗯，哎，我先考考你。考东北方言一级。一级啊，一级。嗯，哎，这个夏无鹏，这是句话吗？方言啊，夏无鹏，有知道的吗？是我是不是走错了？有知道的是吗？你别糊弄我，这真是东北方言吗？对，哦，我不知道。夏无鹏不知道吗？什么意思？仓房，你看。哦，仓房。仓房。仓房。哎，比较难点的啊，外屋地。这是外屋那地上。肤浅。肤浅。肤浅。不是，那应该什么意思？外屋地，厨房。厨房。哦。哎哎哎，那个炕琴。炕上有琴，炕上有琴。我跟你说，炕琴就比较难了。要没有在不在东北待五十年，基本上不知道这个词儿。还得待五十年。炕上的炕琴就是什么呀？炕上装被窝的一个柜子。哦，叫炕琴。炕琴，这都是东北话。哎，四级的啊。嗯。猫楼，这是茅房。啊，你怎么直接跳级了？不是跳级，我也不能憋死我。哦，对对对，忘了，他在东北也上过厕所。这太像普通话了。这个还知道，像说更难的，埋了骨胎的，巴拉克基的，哦，五五玄玄的，破马张飞的，比较难。这都是东北话。对了，在东北来说啊，比方说方言来说，哎，你说颜色都特别有画面感，是吗？啊，比如说要说黑色，黢黑黢黑的；白色，煞白煞白的；红，透红透红的；黄。焦黄焦黄的，蓝，瓦蓝瓦蓝的。要说这颜色，比如赤橙黄绿青蓝紫，它搁一块儿了，怎么形容？花里胡哨的。他老有的说，哎，在我们这儿就是，你这个颜色我叫不出来，啥玩意儿花里胡哨的呀？哦，都是这词儿合适。对了，所以说你说我们有自己的方言啊，而且你发现啊，很文艺的语言到我们东北来讲啊，它都会被演绎成另一种感觉，是吗？啊。比方说一段话啊，就因为你的不好，我才留在你的身边，与你相依相偎，白头到老，多好！哎，这多文艺！到东北话就变了，要东北话说这几句，你瞅你那死处，我跟你说，都没人搭理你，也就我跟你在一块儿啊，对不过我还能离呀、啊？啥玩意儿？啥也不是。哦，不是，他照样有他特点，他又接地气，他又幽默。你看这个幽默就体现在这儿了。语言方面好多差异啊。还有，比方说啊，你看南方啊，你糟吗？啊，这词儿是你知道吗？东北你糟不？哦，他就改音了。南方这样子，这样子。东北这样式儿啊，全东北话。他旁边幸亏站栾云平，要不这俩人得飞起来。好家伙，闹似的，需要这么一位，给栾云平加一档。而且东北人你不知道注意没有啊？啊，还有特别的谦虚，哎，这是优点啊，有礼貌是吧？哎，就是说干什么事都征求对方的意见，是吗？啊，比方说你举个例子，我削你，你信不？他先问信不信，我就骂你了，怎么地吧？哦，你打我一下试试。是，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我劝你呢。我错了，行吗？他这还客气呢。确实，他在征求你的意见。哎呀，这下好疼啊！哎呀，好痛啊！是是，没事没事，在那边。下手很重啊，来说这是德云副总，哎，不敢跟人这么说话。哦，为什么来说，在东北了，我能敢跟你这么说话吗？到这儿来说，首先来巴结还巴结不来呢。哎呀呀呀，就快得了吧。咱先说到东北了，首先请你吃个饭。好啊，尽尽地主之谊。对，想吃什么跟我说。那就吃点特色，特色东北菜，东北菜，地三鲜。哦，好，锅包肉，溜肉段，杀猪菜。猪肉炖粉条，酸菜大骨头，铁锅炖大鹅，小鸡炖蘑菇，蘸酱菜，胡地瓜，吃完以后不想家，来香大小花，兄弟带你勇闯天涯。他这玩意儿一套一套的。对啊，不是，确实好吃的也很多。喝酒嘛，都得爱喝这个。对，都得点好菜。爱喝吗？爱喝。而且在东北喝酒特别爱喝，大碗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这好性格的体现。是是是，而且东北喝酒来说啊，这个酒桌上这个几句话都能体现出来。是吗？比方说吧，啊，这什么丢人啊，随和呀、啊、都在这几句话里都有。哦，你比如说是诱惑。诱惑，对，最诱惑的一句话。嗯，来啊，透一透。哦，随和啊，哦，皮的白的都行。这确实随和。要是丢人呢？丢人。嗯，请你喝一半吧。相比他就丢人了。对，在酒桌上来说，我们就是因为这豪爽，实在是拒绝偷奸耍滑。对对对，活挺规矩。嗯，这活其实贺伦也值当的，给一个是吧？给贺伦也值当的。嗯，设计的不错，设计的挺好，而且主角配角融到这么个里边哈。对，到当地这儿挺好。嗯，最能代表东北人性格，我觉得是一种动物。动物，你知道吗？那东北的肯定出东北虎，刚武松壁虎那个，是吧？可以啊，东北虎，他说真对，是东北虎能代表我们性格，嗯，霸气而且直接。哎，我首先来说，你看过东北虎吗？我看过呀，看过啊，在哪儿看过？这哈尔滨不是虎园吗？你说那动物园的，有一天啊，你要说遛弯的时候，你遇见野生东北虎了，我上哪儿遛弯？我能碰见还野生的东北虎？这是东北虎遛弯，我遛弯啊？你万一你遇见呢？我那遇不见，你走丢了。来东北，你说你平常你爱遛弯吧，走丢了，哎，走森林里了，现在都有野生的。行，遇见东北虎，你要想怎么活下来，我教你啊。哦，比如说我要遇着老虎，我怎么办？对了，我教你。嗯，首先说你不要跟他直视。对，你要看他，他以为你要攻击你呢。对，他说你瞅啥？没话。对，互相，他以为你要是，是不是你彼此攻击呢？嗯，首先说你也不能跑，我还不能跑，你跑不过他呀。我就两条腿，他四条，我学的跑不过他，对不对？是这步抬杠。他说你要想活下来。听我的，把你媳妇儿叫来。叫我媳妇儿管什么呀？母老虎啊。真遇上这怎么办？真遇上，听我的，就管老虎叫爸爸。我认老虎当爸爸。对了，这道理在哪儿？因为虎毒不食子。您这也太救火了，长得也不像。跟你开一玩笑。嗯，这周才说在这儿很少能遇见。嗯，而且说呢，东北虎啊，这都是我们这儿的文化，而且我们这儿的一个宝贝，有点标志。对，你发现来了东北，语言啊、饮食啊、喝酒啊、动物都能体现出我们东北的文化。对，而且我们东北人有自己的性格。这儿对我们东北人的性格就是豪迈、直爽。对，热情大方。那是我热爱我的家乡。嗯，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有人说了，像你这样热爱自己家乡的人少了，很多年轻人都走出了这里，去了大城市。其实我觉得这话不对啊，他们只有走出这里的勇气，才有回来振兴家乡的实力。我们出生在这里，爱着这片土地，因为这片土地成就了我们今天直爽幽默的性格。我们的性格就是我们从来不惹事儿，但有了事儿我们也不怕事儿。我们的人生格言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摆出战斗姿势，盯紧目标，手插兜。你跟谁俩的？我像你哪个朋友？不错，行、挺好，挺完整，值得表扬。谢谢大伙儿啊！哎，到我这发现这掌声不太热烈了哈。感谢各位啊，刚才两位说的不错，到我们表演了，很开心，也很激动，
啊，回到了我的家乡。对我来说，可能有朋友还认识，旁边这位搭档可能朋友不太熟悉啊，没认识。先介绍介绍人家，哎，谢谢，对不对？为什么上台来，大伙儿你发现没有掌声呢？嗯，可能对你不太熟悉，不认识，因为你影响了咱俩的节目效果。我不是本地人。对，这个他叫周九良。嗯，哎，谢谢大家。刚缓过来点啊！哎，黑龙江的观众就是跑，不认识也鼓掌。对，这是观众了，有的人对你熟悉，有的不熟悉，对，很正常。正常，不是咱们这儿的人。我呢是这儿的人，所以呢有朋友不熟悉的也得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您说说你。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介绍一下。先得说一说。叫什么名字？我叫张鹤伦。观众这个掌声鼓的啊，就跟认识一样。能不认识吗？总来，你知道吧，在哈尔滨演出。哦，您总来，东北人嘛，对，有一方血性。是吗？九良来说啊，大伙儿也不用陌生。怎么呢？在我们德云社吧，这帮演员当中，人家虽然大咖。哎，您这是夸我。哎，多大岁数了？今年？今年28岁。28岁了，跟大伙儿讲讲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我28岁算长寿了。28岁了啊！我比你大了2岁。对。哟，那你成熟的够早的呀，这长得有点着急了。到底多大？我是85年的。85年，对，年龄啊比他们大了一点啊。对，而且那个后台来说，你看年轻人居多。哦，你要我这样的在德云社后台属于中年相声演员。哎，到不了。这就算青年相声演员。算年轻人。我师父算是老年相声演员。不至于，我这已经土埋半截了。拜，我师父已经土埋到头了。土埋到头儿，那还差这一铲子土吗？你给留点空气不好吗？废话，都不用铲子，一个勺都埋没了就。就是说人家年龄大了一点，也没有那么师傅算是中年，您算这个青年，咱们都算青年，好不好？哎呦，一个距离。哎，对，一个年龄段啊。但是来说啊，像我们这帮人，一旦到了这个年龄，就愿意回忆嘛。你看刚才台上这帮人。回忆都是小时候那些事儿，都是童年的趣事。你想小时候来说吧，跟他们可能有点差距，啊，有什么区别？玩这些东西啊，比方说看着什么什么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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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不行啊。樱桃小丸子，我不喜欢这些。哦，那您呢？我喜欢什么呀？我喜欢的就是比较偏于文艺一些的。啊，什么呀？哎，《西游记》。哦，《西游记》。对，你也看过吧？都有。唐僧带着一个猪一个猴旅游的故事。你往这一比划，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简单的手势。哦哦，不知道你看过没有？下回收起这个手势。歌听没听过？什么歌？西游主题曲啊。您唱唱我听听。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一个挑着担，一个牵着马。张老师串台了。我们有句行话叫一柳三虎，一个演员如果掌握了很有实力的唱功的话，就基本上已经赢得了一半的观众了。不是，咱聊西游记呢。西游记啊，西游记，西游记，我熟悉里边章节啊。哦，是吗？好多呢。都有三打白骨精，有没有啊？有三道八九扇，既收猪八戒，高老庄，好，我都知道。有扫塔变奇冤，哦，有那个呆子，有那个呆子，你在树后面偷吃人参果的事，别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啊。红哥，你又冤枉俺老钟了。可以啊，这是什么叫可以呀、啊？能对上剧情来。刚才咱说哪集？这个哪集？人参果那集叫《大闹五庄观》。说的没错。大闹五庄观那集，不知道各位还记得吗？小时候都看过这个啊。对啊，都是有这个，对吧？吃人参果掉地上，你看土地。土地，哎呀，他又来了。土地，出来，
大圣。这是土地还是土拨鼠啊？这是，我记得土地转着圈出来的呀。大圣，你行就别。这是土地出来了，还我人参果，还我人参果。哟，此物与金而落，与木而枯，与水而化，与火而焦，是与土而入啊！大圣，小僧不曾见得，拜拜了您呢。这都是给听相声说的包袱，不是给说相声听的包袱。经典的桥段，您常看。小时候就看这个呀，台词都背下来了。当然了，还喜欢里边的歌。嗯，有主题歌来说吧。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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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再学再学。月见星河长路漫漫，起高了吧。哦，就差点听不见了。没有，月见星河。你对对自己有点自信。谁说起高了？刚才正好的。哦哦，好好，我不搅和您了。月见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唱得不错，肝肠寸断，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一人为师生死有关，善恶到头陈家界，得注意，恩怨三秦不分明难断。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离愁，哦哦哦，金箍当头欲说还休，这一棒让你灰飞烟灭。怎么打人呢？对的，抢啊老孙的金箍棒。收拾收拾。哎，小时候爱看这些东西，唱的这样的歌。哦，是。但是呢，我的小时候跟别人的小时候可能不太一样。哦，偶尔听一点这样的歌也就到头了。嗯，不像别人他们的丰富多彩，不怎么看电视。因为我出生在东北。嗯，所以我小时候听的是什么陪我长大的呢？什么呀？二人转。哦，小曲儿。那是我父亲特别喜欢听这个。嗯，天天啊放这个，早上起来这个二人转就是闹铃。哦，是吗？对，所以说呢也一直啊喜欢二人转，并没有忘记这门艺术。是啊，今天在这儿呢我唱一段二人转啊。我经常啊爱改编个小歌小戏小曲小调的。哎，这是他的爱好。对，今天改编一段，来一段叫武唱德云社。好，卖卖力气来，老妹儿掌。挺阳刚的、啊、都是叔叔大爷婶大娘的，卖卖力气整一个。一唱那德云社呀，唱的是郭德纲、啊、哎，我们师父德纲好心肠啊，善人徒弟收了一大帮，分文不取还给钱粮啊，德云二十载呀、啊、铸就了辉煌、嗯、云鹤九霄放光芒啊，龙子哥一来全都要凉啊。谁告诉你的？二唱那德云社呀，唱的是于谦，于谦泪连连呐、啊！为什么呀？烫头喝酒抽着烟，嗯，提前衰老二十年呐、啊！伤身呐，满脸都是褶啊！对，还有那老年斑，哟，说他六十都不远呐、啊！媳妇儿今年刚33呐、啊！
三唱的德云社呀，唱的是岳云鹏，岳哥，两年前正当红啊，相声综艺影视明星，天下几人不知名啊，一张屁股脸，见所有的表情，在台上装傻又卖萌啊，娘们儿唧唧惹人疼啊。你回去啊，好乖，我就挡你。回来，还有两分呢。四川的德云社呀，唱的是郭麒麟哦，麒麟好伤心呐、为什么呀？从胖到瘦换了个人，最胖的时候比我都沉呐、这是实话。别看他年纪小啊，能耐一超群。对，德云唯一继承人，却又多了个弟弟来平分呐、武昌的德云社呀，唱的是张鹤伦哦，是你唱的是我本人呐、只身一人入京门，四海八荒寻梦人呐、师父收留我呀，恩德给予心，十年热血配青春呐、传承相声不忘初心呐、传承相声不忘初心呐、谢谢。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谢谢您。哦，老头子老婆子。好，真的很难啊。人家证明人家真有表演功底，人家表演得太好了，一人分饰了七八个角色。对啊，可能是七八个吧，自己就是人格分裂，证明人很有功底，表演能力也很强。孟鹤堂啊，大伙都记住他，真的，人家年纪还很小，88年的吧？对，88年的，你看88年的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对于我们什么空间？什么上升空间？上升空间啊！上升空间。对，鹤子科的佼佼者。对，真的，孟鹤堂，我叫张鹤伦，不如人家，人家算激励鹤群的一个演员。对，激励鹤群。夸人家 您是有点激励鹤群了，您能耐出众，能耐出众，很优秀。在德云社现在吧，这是人家算是鹤子科当下最红的演员，真的，对不对？这是人家的捧啊，你最红，别闹，别闹，嘘，大点声。确实不行，真的，你现在来说啊。孟鹤堂还有这个周九良，人家两个是一对儿。对，这都是在现在德云社当中比较就是出类拔萃的演员。哎，大伙儿观众朋友喜欢。对，周九良为什么大伙儿上来报以热烈的掌声啊？虽然说没有啊，但是我跟你讲，那你提他干嘛呀？可以后补啊。你看，谢谢大家，谢谢。真的都是给您的掌声啊。捧哏演员当中，人家算是不错的。您老那么夸我，仅次于谦、孙越、是栾云平、阎鹤祥、郎鹤炎等等等等，啊，那我不是仅次，我是太次了。我为人就是这么低调，我还排得上号吗？真的就是这么低调，这是应该的。观众们夸他，在网上有个叫什么 YYDS， 有 YYDS， 对，我知道叫什么，有一对肾，是吧？就是观众对我的期望那么低吗？不是，就是有一对肾的相声演员就是一个好相声演员。YYDS 吗？有用的肾。有一对四。行了，改王炸不是那个，那叫什么呀？那叫永远的神，网络用语。网络用语，哎，我是不太懂。我也不要胡说。有学问有能耐啊、这不是我捧，这在德云社来说就包括这几位都算上了。哦，这几位有一位如您的吗？哈，是，但凡他们要比你强，他们不能坐那儿，你知道吗？
坐坐玩意儿啊？坐坐坐坐，跟谁俩呀？怎么东北这一块方方面面的？哦，这不是东北，走错了，对不起，走错片场了。但是我认为人家不错啊，学问高，啊，这倒是，这倒是吧，仅次于对手我师傅，这也高不到哪儿去啊。我师傅挺高，我师傅小本。神农，什么叫小本？小学本科。小学还有本科？对，于谦老师，幼本。幼儿园本科。您呢？我啊，我这文化水平其实不算太高，对不对？当然了啊，我也没说鄙视您，对不对？因为虽然说咱们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觉得还彼此还能一块一块聊天。您等会儿有什么差距啊？什么？咱不一样吗？咱都谁跟你一样啊？谁跟你？我大学毕业。我跟你说，我在这后台说大学毕业，他们也是这种声音。德云社的人就是瞧不起大学毕业。来来来，来把那个手拿过来，摸着自己的这儿说。扪胸自问是吗？扪心自问。您再往里来来行不行啊？大学毕业，这我怕什么呀？哪大学的？哪大学？说，对，不是哪个大学，我先不告诉你啊。我们学校门口有个雕像，你猜？雕塑？对，雕像，缺一胳膊。哦，缺一胳膊。文艺大学应该。对，叫维纳斯。您上过吗？维纳斯，呛什么火，叫什么劲啊？哦，吓我一跳，我以为我孤陋寡闻了呢。不是，咱不说雕像的事儿啊，说你哪个大学毕业？蒙大。啊，你是蒙的吧？蒙大这儿的古大，简称内蒙古大学。内大。哦，内大。哇，这么巧妙吗？对对，确实。后来我转学了。后来转学了。您五位上来替我会儿吧。实在丢不起这人了。我后来转学，我是内蒙古大学。你甭管，我游牧民族，哎，哪儿都能上大学。你还转学了？对了，这我怎么不知道啊？你知道，你什么你都知道，什么你都知道。好，没听你说过。就这几位吧，哪个有学历，哪个上大学，你知道吗？都没有。哎，栾哥是？我一猜你就说栾云平。对，清华大学呀。都说栾云平上过清华大学，你实际问问他，他上过清华大学吗？并没有，他上的是清华附属小学。真的，好多事你都不知道。他说的对。这不是我瞎说，您不怼两句啊，哥？岳云鹏都要五胎了，你知道吗？什么事都告诉你，你算干嘛地呀？我瞧不上这样的人，你知道？岳云鹏要我是刚放出来吗？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没有必要什么事都通知你，对不对？啊，那行，那不提你哪大学的了啊？怎么了？您说您是个文化人啊，有学问是吧？啊，那我们看看，哦，看哪儿啊？要看哪儿啊？你给我记上，我记上。不是学问有这么看的吗？那您怎么着？说话就很肤浅。我们瞧瞧您是怎么表现出来你有文化呢？古诗词行吗？古诗行不行？古诗好。想看哪年的？唐朝的，马王堆的，刚刨出来的。哪个古诗啊？你要看什么古诗啊？我知道你要看什么古诗啊。咱不是考古那个古诗。我知道古诗词。我知道你是唐朝的，是马王堆年代的，唐末哪个年代？我会多了。你真会，怕你不懂啊。尔等不晓得。哎，我这是还，哎呦，我还拽上了。哎，尔等不明博。你说明白。尔等知道个六啊。你要不会说你就别说，知道个六，这是有文化该说的话吗？非得来两句那个吗？啊，对，您说着来两句我听听。本是后山人，偶作堂前客，这就来了。醉舞金阁半卷书，对景说天阔。大志喜功名，海斗量福祸。有点难。论道囊中羞涩时，怒指乾坤错。错错错，是谁的错？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我还能唱，
错错错是我的错，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还能用外语。丫头妹妹哈梅萨，萨瓦迪卡以后萨尤那拉，莉莉哈妹妹范桑克斯安德哟，萨朗嘿哟乌里欧巴斯密达。倒是爱走脑子，他愿意钻能钻的这个。文人，你把那个扇子给我放下，打错错错我就想拦你了。这是古诗词啊，这诗词歌赋这算歌行不行？你搁这儿吧，你把那扇子搁这儿啊。我说太深奥，我怕你听不懂，来点听不懂的。你还不如我呢。我怎么不如你？我不如你？你还不如我。这么着，我考你行不行？行，我考你可以啊。听这个，西北玄天一片云，接我听听。乌鸦落入凤凰群，这谁都会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马行无力金银兽，人不风流只为贫，古人不见金石月，金月曾经照古人，粉妆玉砌张鹤伦。什么玩意儿这是？没听过吗？没听过吗？什么呀？肤白貌美台风吻，粉妆玉砌张鹤伦。哥哥傲骨英风张鹤伦，你先踏实的，什么也别动，站这儿站一分钟，你会吗？还粉妆玉砌，还台风吻，就你这模样，哎，大伙看看啊，啊，就这肚子，就这大腮帮子，啊，大腮帮子，满脸褶，油腻大叔张鹤伦。那你不要人身攻击，您啊，夸夸自己不行吗？咱们不对诗了好吗？什么？有学问。怎么着，咱对个对联。对联，哎呦呵，打到我手背上了。你这离我远点行吗？真的，今天啊给你来个纱窗擦屁股。怎么样，露一手。纱窗出题。哦，行行，好好，你听着啊，先给你来个简单一点的、啊、听一听。听这个，面对面吃面，两个人面对面，这就完了。哎，对了，这就上联了。哎，怕男的您对不上来呀、啊？有什么难度啊？哎，三个字都一样，面对面吃面，张嘴就来。脚对脚抠脚，背对背搓背，手拉手解手。去，就你哎，就你这个话，这往太简单了，太简单了。赖人家说你油腻吗？就你这个状态啊，我出一个上联：面无言，包无钱，人到中年，可怜可怜。就是说我，就说你呢，给我出的，就是此时此刻你这个状态。好，听着你的，嗯，现在你是，官一躺，布一盖，十人一桌，上菜上菜。我刚二十多岁，我这官一躺，被一盖，我还，那么着啊，我给你来个终极上联。还终极上，终极上联，我听听，怎么吃了死耗子了？你这是，我就不在我这儿就没有什么终极上联，我听听。你听我啊，说一天晚上，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早上四五点钟，特别没溜。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这是上联啊？上联，这有什么巧妙的地方吗？哎。你没注意听吗？你说是从一到十占全了，从一到十。一天晚上，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早上四五点钟，一二三四五。我先问问这郭老二是谁？就是郭汾阳，师傅的二公子。对，半夜喝到早上四五点钟。喝的是古力多啊，就是这个，喝的是奶。他刚多大呀？他还是个孩子。借奶消愁有什么愁事啊？哦，借奶消愁为什么愁啊？哦，师傅要三胎他知道了。我说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啊？你甭管什么事儿、啊、听说啊，你甭管什么事儿，你听着我往下解释啊。好，六七八九十。你说这孩子早上四五点钟还不睡，有溜没溜？没溜。没有溜、啊、这么个溜溜。哎，小七儿说了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从一到十，
占全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看你怎么对，还削削的有那么一捏捏的难度。你这是什么词语？这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您来吧，张嘴就给你对出一下联来。不可能，让你听着就好。那你说，听着啊，你是从一到十，对，我给你对十到一。哦，这怎么对啊？听我这下联啊，啊，十天以后，哦，周九良还有我。从八月中旬停产到明年七月六号那天中午，小四说他三心二意一堪货。哎，我呀，看那掌声。压都压不住啊！你要说论控场，哎呀！来，前面那几场出来，前面那几场出来，听听什么才叫掌声。来，前面这几场，都是我的亲朋好友。啊，确实啊，都是我的好朋友。今天来太开心了啊！一上台还有一个互动啊！哎，这叫掌声热烈。大伙挺捧你的吗？小人气儿。什么？我就没有人气吗？可以了，可以了啊！你们是两边倒啊，是这意思？我跟你说啊，今天来的都不是外人，都是谁？都是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好朋友。你想想，我们这期的主题就是朋友，你还用说别人吗？对，观众不就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吗？对，对不对？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就喜欢跟观众聊天，是啊。对了，今天来了，我发现啊，有捧你的，有捧我的，也有捧各位演员的，对，都是捧我们德云社的演员的，是。说两句话，尤其看各位的岁数来说，我觉得咱们都班的班。停，还班的看各位的岁数跟你班的班啊？各位同意这种说法吗？同意。谁摇着头？再摇一下，我看看。大伙儿一二三，不同意。哇，你们脾气好大啊！但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您哪年的？您就跟人家班的班哪？管你，你哪年的？九三的，来来来来来来。九三的，我们就是祖国的花的。停，等会儿。哎，你见过九三年的呀？九三年的，怎么了？祖国的小花朵。对，你哪年的？哪年的？你猜？三九，一九三九年的。看这满脸褶，这脸褶跟年轮似的呀，各位。长得怎么了？有老一点吗？没有老一点，并没有，心态年轻啊。啊，就剩心态了。对了，心态年轻啊。啊，我觉得台底下来说，你看好朋友咱都见过呀。对，特么秃噜秃，不是至今无音拔牙。对了，那个对，还有王海。对，都有啊，都是我们的，都不是外人啊。对，就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来讲啊，既然都是我的朋友，而且咱们来到了包头，内蒙古啊，内蒙古，你知道这儿的待客之道是什么吗？不知道。哎，喝酒吃肉。对对，对不对？没错，载歌载舞，就这个。你是不是孟鹤堂他那朋友那老爷呀？坐轮椅那个，载歌载舞。真的真的，来到这儿之后，你知道这儿的人都爱听歌。对，我觉得是这种的啊、对不对？既然是这样的话，咱先用一个歌曲来逮开一下尴尬的局面。没问题，好不好？来一个。而且我相信咱们年龄段都一样，我唱的歌基本上大伙都会，可以吗？当然了，有把握，来啊，来一个，听这个啊啊！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没想不出来就别唱了，好吗？是不是有好多不是是外地来的呀？是啊。你说衣服都是借的吧？这衣服。头一首歌啊，头一首歌差一点，再来一首，二一首，听听这个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剩哼哼了啊！牛羊好似白云朵，
哦，牛羊好似神菩萨。是不是我起高了？歌声啊，要不会得给我哼哼，连哼哼都懒得哼两句吗，大哥？哦，不错不错啊！你看，这就是我们蒙古族感觉，我都是熟悉这些歌曲，对不对啊？再来两首啊！什么歌？什么歌都行，想听什么歌啊？对，来一首啊，大伙都熟知的啊。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清风，吹拂向远方。给我一个雄鹰，一个威武的汉子。给我一个套马杆，握在他手上。我的心像大地一样宽广。都会唱这歌，真好。这歌呢，我也特别爱唱啊，因为我呢也对这个歌呢改编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曲子很好。改编？对啊，啊，发现唱他那个曲子，唱周杰伦的词也正合适。能唱吗？对呀、啊，唱《青花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蜀汉里，放前朝的飘逸。而我只为遇见你伏笔。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啊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习武之人不屈，一身正气。嘿，巴扎嘿，真好，哥真好，不是你捧，太好了。吉祥话嘛，吉祥话，开心就好了啊，对不对？对于歌曲来说还比较有了解的，是啊，各种的歌曲啊，大伙都熟知啊，嗯，比方说啊，比方说那个大伙了解的《凤凰传奇》都熟，对不对？都熟，代表作吧，都熟。《凤凰传奇》都是谁？凤凰吧，一个叫凤凰，一个叫传奇，灵花跟曾毅。对了，哎，你有事说，你有事说。你叫什么呀你？别叫唤的，我突然想到一个谜语。行，说啊，这个曾毅，哎，站到树上唱歌啊，这个猜一字儿，嗯，猜不着，这弱智的要猜不着，猜不出来。这个字念桑，哪个桑？哎，桑树的桑。为什么念桑？下面一个木，上面三个又。为什么念桑？你看，又又又，寂寞寂寞是谁的错？行了行了，嫌你呢是吗？都知道吗？破谜语有什么可猜的？破谜语，什么？这个我也猜谜语，我听听好了啊！曾毅掉河里了，猜一人，不知道。曾毅渴呀，好尴尬，尴尬吗？尴尬，尴尬吗？再一种劲儿就把这个脸啪一二三啪就给我摔地上、哦。好，明白了，听着没有？给一次机会啊。对不对？那个《凤凰传奇》，我特别喜欢那么看歌曲。什么歌？比方说，大伙都熟知的《自由飞翔》，都熟，记得吗？都熟。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遥远的边疆，随我。有一些延迟，没有关系。我对这些歌又进行了一步改良。怎么改良？哎，我把这个词儿啊变成了唐诗，我觉得唱出来正合适。唱一试试行吗？这样，别忘了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真改上来了啊！哎，我再换一首唐诗能行吗？我听听。悯农，
他出格儿耽误汉帝和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So easy。咏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别叫唤了，我这想办法弄他们呢。说早发白帝城，早发白帝城，早发白帝城。上次分的、哎，这个字多、啊，对，七言的这是，七言就不行了吗？哎，朝朝白的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人提不出，轻舟已过万重山。怎么样？真好，哥，您对这个70、80后的歌曲有深厚的研究，就证明了你确实是1939年左右。我是给我朋友们唱的，人都爱听，怎么了？你给朋友们唱，你自己不会新歌啊？新歌什么叫新歌、啊？你看我们现在90后，对不对？我们你把手撂这儿，听到了吗？我们爱听什么呀？啊，扣开了，怎么了？我扣开了，你们都不喊，这模样的扣开了，你们喊。人家是一种关心，一种爱。你们喜欢肥的是吗？那大哥把手撂下，大哥你那腋毛都飘回来了，大哥。人大哥穿着衣服的。我们喜欢听什么呀？听什么？唱跳一体的。你比方说什么说唱，现在说唱，对不对？ Everybody 在你头上暴扣，这对不对？这是叫说唱了？对啊，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说他妈技术笨。所有的演员对我都是羡慕嫉妒恨，他们只能对我的内容去评价，我的包袱把他们全部都凌驾，所有的技巧我都用到，他们只剩下台上的自我介绍，他们弱爆了。还有吗？还有吗呀？来个 B-box 我配合。 B-box 我不会。不会，我自个儿来。来，哟哟哟哟！都说上一场的节目实力太强，老虎不发威，你当我西瓜太郎。他们的段子可以说是法力无边，但是上台以后我的包袱就是无法无天。上一季的作品我没有拿过第一，但是已经奠定了节目质量的地基。这一季的作品每一季我都很用心，因为我的目标是这一季的总冠军。我这人性格倔强，从来不信命，因为我知道我的相声实力过硬，我一开口就赢了尘埃落。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freestyle，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一给我的 girl girl girl。 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哎，先简单介绍一下啊。嗯，我叫张鹤伦。哇塞，没想到我在象山也很有人缘啊。那当然了，阿拉响三印。应该是吾想三亿，吾想三亿。嗯，对啊，确实谢谢大伙儿啊，啊，因为不敢奢求您的掌声。是，对于老话都说，鼓掌人情，不光是本分啊，就是今天的本分人特别多。嗨，不用啊，就是小学生上来呢，就是先做个热场。哎，得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也没有这个必要，我感觉。我师哥啊，各位可能不认识，烧饼。哎。对不对？谢谢您。烧饼，谢谢您各位。外号叫那个朱云峰。您等会儿，这叫外号啊？这叫艺名？艺名，本名？本名叫什么？朱建峰。朱建峰，来蹲社多少年了？哟，这还不好说了，得有个18、19年吧。18、19，云字儿的，跟我说说怎么来的？我这个就是朋友来师傅这儿伴奏，然后那个老师也教我学二胡，就给我介绍这儿来了。就来到德云社，很普通来说，我没有什么可介绍的，但是我可能也不太了解啊，因为相比来说，我来德云社来说就比较坎坎坷坷了，就比较困难，主要听您，对吧？我知道观众不了解，您给介绍吧，简单介绍一下吧。嗯，我呢，这个是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嗯，家里边呢
也比较困难。是。打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说什么呢？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流浪的人在外想见你。观众朋友们，扫扫二维码吧，救助一下这个从灾难当中走出来的孩子吧，谢谢。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您。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有那么惨吗？这不是这样说的，大伙同情一下吧。你没有必要让大家从这方面同情。确实没有那么惨。嗯，在我们那个村里边来说吧，啊，我也算是小有名气。不，您又惨还有名气啊？刚才那是夸张了啊，其实不怎么惨。真的，在我们村里，我有自己的职业，我的名号很特别。哦，那您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您有什么名号？哎，火与碳的交织，炙烤肉体的灵魂，换取我真正的价值。烧烤的。对了，就是烧烤的。他嫌你。嗯，对，烤串的。谁说的？给我站起来。烤串怎么了？烤串怎么了？你小时候没烤过串吗？人不是尿床怎么了吗？不是，您就说您是烤串的，也没有必要编这么一大套名称。因为那个烤串来说吧，嗯，我确实不太喜欢这个行业。哦，被动型。对了，我爸让我学的，学门手艺嘛，干点这个。嗯，我不喜欢，每天就是不爱，反反复复这种生活。串串。突然有一天，我正烤串呢，嗯，看见了一段相声，就是一个小黑胖子，跟一个花卷头。两个人说相声，我就太可乐了。哦，就是当时看过这个郭德纲于谦先生表演的。什么叫郭德纲于谦啊？你这好腿呀、啊，你这是。郭老师和于老师的相声。你别说，小饼今儿这个捧哏呢还是挺规矩，给小饼加一分。好嘞，爷爷。两个人的相声，当时不认识，觉得太可乐了，我一定要学这个。回到家之后，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跟我爸说了。说什么呢？我要学相声。不是，老头肯定不同意啊。真不同意，他都气乐。他说你要学相声。对呀、啊，让你学点这烤串、厨师、面点啊。这是手艺。对，你以后能养家糊口啊。你学相声回来上哪个串店说去？你等会儿。说相声有上串店？哪能要你？不好找工作，对不对？嗯。我说那我也就去，我也就要学这个。我觉得说相声特别好。说你拉倒吧。嗯。你呀、啊，这辈子就注定是烤串的。知道吗？你八字欠考，五行缺串，金木水火土，你是火中肉命，就你吉祥的方位就是厨房，你命中的贵人就是大腰子。你爸是算命的，是怎么着？我不服啊！嗯，我命由我不由天，是烤串说相声，我自己说的算。你应该是我命由我不如爹，你爹就给你规划好了。反正我爸就那意思不同意啊、嗯。今天。你要敢说去学相声去，嗯，敢离开这个家门，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哟，这么严重？这话说的有点过。当时我很生气，我这人也很倔强。哦，一咬牙一跺脚，怎么着？大哥再见，走了。您回来回来，真去了？真就去了。我性格倔强，等我学成之后，我再回来管您叫爸。就这么决裂了？对呀、啊。哦，我妈拦着我呀。嗨。你非得去吗？啊，你看你跟你爸还这么犟，嗯，没办法呀、啊，给我拿了1000块钱，还是妈疼儿子，拎了两兜吃的，嗯，哈，这兜啊是串，这兜是那炭，饿了自己烤点，在火车上烤串，我说没关系，我妈送我到火车站，嗯，一路都没说话，因为我心里边就不明白，嗯，我有自己的梦想，我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有错误吗？哪怕这个梦想遥不可及，哪怕千难万险，但我觉得有梦想就要去追。对，只要你正确的努力去拼搏，就算失败了，有一天你也可以对自己说你努力过。鸡汤，这就是鸡汤。我很感慨，一路上跟我母亲没有说话。嗯，等我取出火车票，回头一看我妈，我的眼泪下来了。太难受了，车已经开过去了。晚点了是吗？咱们来晚了，来晚了怎么办啊？又买了第二趟火车，嗯，毅然决然的我离开了家乡，来北京了，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嗯，在火车上遇见了一个好人，那哪儿好人都多啊！老头问我，你说你干嘛去？我说我上北京，去那个学相声去。
哦，他说你去过北京吗？我说没有，我说我连我们省会都没去过。有，他说你知道德云社在哪儿吗？你认识郭德纲吗？我说都不认识。他还挺诚实，他老头好，他给我画了一个德云社当时的地图，这就方便多了呀。哪是天门，啊，哪个是前门，德云社怎么走？嗯，把这地图交给了我，嗯，才要200块钱。好人也要付出代价，你知道吗？不是，他说了啊，嗯，北京那是首都，那地图不是谁都能得到的，那首都的地图不是你想有就有的。我信了，我信了。他也是考傻了，你知道吗？他也是。但是到了北京之后啊，嗯，哈，就一下了火车，到了北京站，我天，人山人海，那人多呀，高楼大厦，好家伙，公交车都三开门的，多新鲜，赶上一溜小平房啊，哎呀，我的天啊，那大喇叭跟那喊，说什么呀？北京地图10元一份，哥，你应该进点货，哎，坐着火车往回走。接着卖呀，我所谓啊心态，我对不对？我来北京了就行了，这是我梦想的地方啊。对，为了学相声吗？去了德云社之后，嗯，三进三出，太难了。跟你讲讲，嗯，面试的时候啊，头一排坐的就是我师父啊，于老师啊，嗯，这帮领导，他一上台，师父会什么呀？我说东北来的呀，啊，我会唱二人转。我师父特别开心啊，淘汰。就这么直接，因为什么呢？于老师在旁边说话了，说什么了？德纲啊，咱们这是超相声演员，你来唱人转的，嗯，谁能教得了他呀？是，咱要招生也得招一张白纸啊，好教，对不对？你教这个谁没法教啊？这个，所以就把我淘汰了。我当时一脸蒙圈啊，为什么我就被淘汰了呢？就是不好教，只因为说了会唱人转吗？我觉得是这样，但我不服。当中呢，我在北京啊，我准备了第二次考试，但我得活着呀。中间您干了些什么职业？当保安。哦，不烤串了就。对了，哦，当保安，站岗的时候可以背词儿啊。哦，这好，这好。对，站岗的时候背词儿，嗯，被经理抓了，罚100块钱。这1000就没剩什么了，你看。后来我聪明啊，嗯，哎，躲到卫生间去背词儿，在卫生间里背，那能行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内保，不是穿那种保安的制服。穿的是普通人的衣服，哦，就是便衣似的。对了，我在卫生间里没人发现我呀。嗯，你看他弄羊闹，他已经轻车熟路了，到平根他就看出来，还需要努力了。对着镜子练，您是相声演员。哎，我们说过这句，我认识你。哦，这相声口相声说的特别好。嗯，您怎么在这儿啊？啊，我正练着呢，厕所里边出来一位，啊，好，这吓得裤子都没提就跑了。您怎么说话给人吓着了啊？我一看，好家伙，穿一旗袍，烫一头，我说这不男厕所吗？走错了吗？以为你神经病呢？啊，出去报警去了，说厕所有神经病，警察都来了，警察和我们保安队长全来了啊！一看啊，不是人，是我是那个保安吗？你不内保同事啊？三言两语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开除了，给你就开除了。对呀，啊，转天啊。就等到了面试了，第二次考试了呀。对，我就去了。去吧。去了之后一上台一看台底下，啊，哈，师傅于大呀都在坐着，今天没问题了。哎，信心满满。哎，我师傅说准备什么了啊？问问。这回我不说会唱人转了，那不能再报菜名，这是相声本门啊。来吧，说展示啊。曾阳高，曾营长，曾绿儿，骚花呀，骚徒弟，骚子哥呀，卤煮卤呀，酱鸡腊肉，大肘子，嘎嘎香啊。就说相声都您这样啊？啊，我师父特别开心啊，淘汰。你看看，多直接。为什么呀？啊，就因为于老师在旁边又说什么了？德纲啊，听的这孩子这嘴里不利索，一嘴东北话。你这有口音，就这咱不能收啊。可不，我一听他说话我就生气了。怎么呢？我说谦儿，哟，谦儿有点不尊敬了。你最好好好跟我说话，知道吗？啊，我告诉你啊，哦，你怎么那么横？你要不让我录取，我就把昨天你在女厕所穿旗袍的事儿我说出来。有他呀？对呀，啊，他你，哎，郭老师，你别以为于谦是好人，他不是好人，他穿着旗袍。说呀，胡说八道，哎呀，没有，胡说八，那是旗袍吗？那，嗯，大褂，大褂还有花儿？废话，大褂这开气儿大点，就是。开气儿到嘎吱，记住了，记住了，永远穿大褂，没穿过旗袍。你见过穿旗袍吗？嗯，您说没有就没有。别瞎说八道啊！哎，好好，那个厕所在那边。你这。
就寻思这样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啊，哎，哦，你惦记给师傅跟于大爷给逗乐了，我想把他们逗乐了，他们觉得这孩子好，缓解一下尴尬的局面，我就以为这样会录取，结果反倒因为这个又被淘汰。当时这种第二次淘汰，我就明白了许多。你太沮丧了。我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不让我来北京？嗯，因为他知道，外面的世界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太对了。经过了这些坎坷，我才知道他的用心良苦。嗯，我也明白了，相声不是哗众取宠。嗯，相声不是耍帅卖萌出洋相，你得凭真能耐说学逗唱，把观众逗乐了。没毛病。所以说我准备了第三次考试。哦，这马上就有第三次了。第二天就有一次考试。哦，就连着这两场。我又报名了。当时我就琢磨，那我今晚上去哪儿呢？那保安那儿。保安那儿把我开除了。那住不了。德云社又没要我。那怎么办啊？我就在德云社对面那个广场。有这地儿？有一个小亭子，在那里边睡着了。那儿能睡吗？那地儿冷啊，西北风刮在脸上。嗯，跟小刀子一样。多惨。把脸上的皴都刮掉了。你真脏，你真脏。我睡着了。嗯，三睡四睡那会儿功夫，一个老头给我叫醒了。孩子啊，怎么在这儿睡啊？看着你可怜。我说我也看不清，我说这没地儿去了。嗯，冷不冷啊？对啊，有点冷。这时候老头把大衣给我。好人多呀，天无绝人之路啊。是啊，这种时候在北京我非亲非故，人把大衣给我了啊，刚要500块钱。好人呐、啊、比地图贵点儿。嗯，这是无所谓啊，能让我度过这一个夜晚就行。行，明儿考试。第三天、第三次考试我又去了。嗯，到的时候我师傅都一看着我，又来了。你咋又来了？你都来几回了？师傅的口音都跟他学的，你看见没有？哎呀妈呀，这孩子呀！啊，我说师傅，郭老师，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嗯，如果这回不行的话，我真的就走了。一定好好展示。这回我用说学逗唱的基本功。嗯，您看看我这几个月当保安练的合格不合格？嗯。当时我背了一段贯口，地理图啊，您还能背？再给大家学学。来两句啊，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盗、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拉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国英吉利海峡、到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圭亚那、巴西、秘鲁、乌拉圭。真有点功夫。当时那天底下也有掌声。那当然啊，师傅看你用功了呀。那这孩子行啊。啊，你还会唱吗？对，当时我唱了一段京韵大鼓，这可是我们曲艺当中的。对，当时唱那么两句，跟你学两句啊。啊，莫不是方清心内就怀玉恨，莫不是薄幸心中少至诚，既不然神女因何不离罗浦，空叫我流干了眼泪，叹断了魂灵。啊，这味儿多正啊。当时唱完之后底下也是这种掌声。谁领的掌呢？谁呀？我师娘。哎，碰见贵人了不是？那天我师娘也去了。嗯，我师娘是京韵大鼓的专业演员。那是啊，我师娘听这孩子唱得挺好啊。好好，我师娘还是天津人。嗯，就问我师父啊，德刚。哎呦我天，德刚。哎呦喂，这手劲儿像东北来的，这手劲儿。德刚。哎呦，这孩子唱的不错，为嘛没要呢？头两天跟我开玩笑来着，师傅说了，嗯，哎，没送礼啊，没送礼。前两次他不这样啊，对你不正经，又老逗师傅啊，他这回学好了。哎，可不，这会儿于大爷说话了，他又说话。于仙老说，德刚、我觉得这孩子不错，人性也好，也肯用功，说的基本功也不错，又是曲艺的东西、听见没有？只要你用功，谁都给你说好话。说什么好话呀？他说好话了呀。拉倒吧。怎么呢？他那大衣挣了我500块钱。去你的吧。
我觉得啊，跟他们其实差不了多少。人两位啊，是当红的那个，你德云社的啊，当红的相声演员，哎，是不是？那个秦霄贤哦，两位都是很火呀，当红小生。对了，嗯，对不对？还不到三十啊，那年纪轻轻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是，什么下降空上升空间？上升空间啊，说清楚了。我们来说啊，可能大伙对我还不太了解，是不是？哦，不是特别的认识。你了解吗？啊，那我要介绍一下名字啊，说一说。对了，因为他们介绍完了之后啊，剧场都沸腾了，我也想体验一下沸腾的感觉啊。一会儿能给你气沸腾了。我不信。那个，我叫张鹤伦，也就副总捧你。今天怎么了？是走错剧场了吗？沸腾了吗？他叫王九龙。谢谢，我再来一份。哎，我猜啊，可能是位置的问题。啊，是吗？啊，可以试一试。我叫张鹤伦。他叫王九龙。哎，哥，回来！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干嘛去，师哥？哎，师哥也要脸啊！干嘛？别走！师哥也是个要脸的，我贺字的。不是你刚上来？贺字的啊，是对不对？激励贺群这么多年，激励贺群。鹤立鸡群，现在还立得起来吗？啊，那你问你自个儿去。九字现在这么火了吗？啊，还有肖字的也火，就是鹤字的差一点。哈、啊，这我哎、啊，我不服。哦，不服。真的啊，我觉得你看到的只是我的表面，只是我的现在。那怎么着？那没给我机会，给我机会肯定行。给你机会，我也不吹牛。男人只说三分话，留着七分打天下。昨天是历史，今天是开始，明天谁也不好使。我跟你说，我就是有，我是有实力的。你有什么实力？就是没给我一个机会哦，给我一个机会，哎，马上呲儿我就飞起来了。哦，这是飞起来了。对了，我以为你窜出去了，我以为你，怎么给你什么机会？能力在这儿呢。你想要什么机会呀、啊？那他们为什么你郭麒麟火了？演戏呀、啊，拍电影。对，哦，赘婿人演多好啊，火。我跟你说，也是我没给我机会，啊，给我我也行。那真的，我演戏不错。哦。我演过，你没看过吗？你演过什么戏啊？祖宗十九代，还记着呢。有我四大名捕。呵，好好，各位您听听啊，祖宗十九代那是我师父导演的，四大名捕这确实是罗哥是演了一个。对，四大名捕甲，确实是有，我看了吗？对对，大龙套是不是？您连个名字都没混上啊？不有个甲吗？啊，最起码甲也一丙丁强吧？那也不是名字。我是丁，说谁呢你？啊、对，甲是我啊，乙是郎咸，丙是李克彪，丁就是他。龙套，哎。郭麒麟主演的啊，刺得了吗？好，这话你是你自己都说出来。郭麒麟主演的，怎么了？没郭麒麟，人家看个六啊啊！看你，人家疯了，看郭麒麟。第二部能耐大了，有郭麒麟吗？哎，没有郭麒麟吧？没有郭麒麟，对不对？孟鹤堂主演，还是没您啊？是第一部。第三部有郭麒麟吗？有孟鹤堂吗？别说，还都没有，对不对？拍第三部了吗？没有啊，病啊你！你有病啊！你要是晚那么一捏捏就好了，不像话！咱别逗了行吗？谁跟你逗了？咱俩尽量聊点那个相声的东西。哦，咱刚才说的都不是相声。我啊，我猜就是我一直都说这个啊，真是没给我机会，给我机会我就能抓住机会。哦，想要我机会？对，那好办呀。你还不知道呢，我们德云社最近开发了一个新的项目，要拍一个电影，恰巧呢我是这个演员副导演啊。叔怎么了？
你让大伙儿，你这模样，演员副导演，这跟模样有关系吗？我是演员副导演呀、啊。你凭什么能是演员副导演？还凭我问你，你管郭老师叫什么？师傅。我管郭老师叫什么呀？丈夫啊。这啊。丈夫也是师傅吗？那有什么呀？乐了，师傅像我们还有一个另一层的关系，我是他舅舅，不是他。哦，他是你外甥？不是。哎呦，兄弟你好啊！我去，就占便宜。他是我舅舅，我知道啊。他让我当的这个演员副导演，我去给人招演员去，我说了算。你要实在想演，到时候咱们这电影一开拍，我给你个角儿不完了吗？你来当这个演员副导演？啊啊，对呀、啊。现在怎么了？真的吗？啊，多新鲜呀！咋说呀？真是变得多快呀！你看，哎、啊、哎、啊，怎么样？都脱掉了。行了，开心就好，开心就好。我开心，行。你看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小小的角色？不是可以安排，但是不能直接说安排就过了，对不对？当着各位，我得考考你啊。咱会演呢，刚才说了。得看看你的演技啊。没问题，演什么就是什么。真的假的？对，那行，这么着，咱现在现场呢，即兴创作，那、啊、都是即兴的啊。来，我想到哪儿，咱是到哪儿啊。我听着，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月黑。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你太着急了。好比说是有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一条呢比较狭隘的胡同，一个醉汉看见个刚下班的姑娘，哎，能演出来吗？就这么一个小情节，哎，比较简单呐。 So easy 呀、啊哦、还会英语，来这个可以、哎、别急呀 啊咱哥俩挑挑角色，我辅助着您演啊。你要看我演技啊？对呀、啊，还辅助我啊？显您啊？那我来这醉汉行不行？你来醉汉，就看我演这个醉汉的状态。行，那我来小女孩啊，没问题，配合一下啊，我配合你。可以，就来这吧。别急，咱把这桌子搭一下。桌子为什么？方便表演。好，是不是？还真沉。就这样，可以。这是胡同了，这就是比较狭隘的胡同。我这是醉汉是吧？您是醉汉，你打这边，我打这边。好嘞，好嘞啊，咱来一回啊，来了。下班了，哟，下班了，早啊，没事喝点去，喝点酒，聊会天儿。就看你前两天我就看着你了，一直想跟你聊天。你审题了吗？你审题，你听得懂人话吗？怎么了？我说的是醉汉，您这比我还正常呢。您这个，你得喝多了，醉汉呀。哟，刚，您这是媒婆，您这是。嗓音粗犷点啊，嗓音喝多得这样。对，你得像个爷们儿似的，嗓音粗犷一点，你得是个男人，得有自信。一直挺有自信的。下班了呀？刚下班啊？要不要去街尾的茶馆咱们喝一点聊一聊天呢？哇，亲爱的醉汉，你就像是一只愚蠢的土拨鼠，我要踢你的屁股。亲爱的王子，有完没完呀？咱俩跑这演话剧来了是不是？你让我嗓音粗犷一点。你也太正式了，喝多酒喝醉的状态。我喝醉了，我也是个正式的醉汉。咱也没说是别的醉汉，喝哎。哎呦，稀碎呀！我跟你说吧，不是你要怎么你会表演的，组都白进了，是不是？我会，就是好比，哎，你想想，喝醉了，前年是怎么把七队所有人都喝醉的？不能拿这个找时间啊！正常点，正常点，气死我了！下班了，哎呀，哎，这差不多啊。哎呦。我有那么恶心吗？我哎，刚下班你那边吐，你那边吐，吐干净你再过来。
有完没完呀？咱喝多了这状态，你会演戏吗？我会，没有这么演的啊！不是没有没有这么演的。你说我现在真的找不好这个喝醉的状态，我现在怕喝酒。怎么呢？我跟你说，我过年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各位看，我去岳云鹏家了，给他拜年。我刷着过那个视频，结果人家就喝了好多酒，结果他用那两个徒弟啊，你知道吗？两个徒弟我喝多酒是咣咣给我跪地磕头拜年啊，我那红包转的我的手机都没电了，这得转出多少钱呢？从那之后我就再也不喝酒了。不是，然后我就怕我实在没有太多钱给，不，所以一时半会儿我就找不着喝醉这个状态了。不是，你容我两天，我缓缓。两天呀，回北京了咱就。我缓缓，我找状态。你说的太不是，您说的不对，我没说非得让你演那个醉酒的状态。醉汉吗？啊，对，演技在，演什么都一样。那你要觉得这个醉汉您来不了，那咱俩换角色。换什么？喂，你来女的，我来醉汉。早聊啊，行吗？行啊，我醉汉演不了，是因为什么？我心里有余悸，知道吧？什么余悸？心有余悸啊！哦，知道吧？小姑娘才行啊，女孩可以。你就看我这演技行不行？就看您了，行不行？来，换角色了啊！下班了。你好啊，美女！滚一边去，踢死你！滚！这干什么？不，您这是女孩啊，还是泼妇啊？您这个泼妇，天天喝，就知道喝，一天天家家不回，还不管，什么都不管，就说喝，喝死你就完了，找那帮狐朋狗友的，这就喝着吧，喝着。不是，哎，你回来，哎，回来，行了，回来，不是，你是不是把嫂子对你说的话你都告诉我了？女士，你先过来，状态对吧？您这状态是对，但是您这有点用力过猛了，稍微温柔点儿，是吗？啊，对，温柔点儿、哦，温柔的下班女。对，温柔点儿，温柔点儿，温柔点，这谁受不了？哟，小女孩，交个朋友啊！滚一边去！我想踢死你，这俩有区别吗？这俩有区别吗？您行不行啊？您这个，你让我温柔点，我够温柔了。你温柔，您这不是词儿没变，不还一样吗？这不，这你不让我自由发挥吗？是，咱这纯是即兴的。那这么着，当着怪我启发你，行不行？你说，其实很简单，就四个步骤，把这四个步骤演出来就 OK 了。心理活动，我告诉你啊，我听见。头一步啊，害怕啊，害怕，拒绝，挣扎。求救就四步，很简单呀。什么意思呢？我白说了，我不是好比说呢，我看见你之后啊，我拦住你，我说交个朋友，这会儿你害怕了，你得有心理活动，得加上动作。哎，别着急，完了我说咱喝一杯呀，你就拒绝，马上转身要走，我就拉住你，我不让你走，你就疯狂的挣扎，最后求救，把人喊来。完了，你这么说你明白了，很简单呀，对不对？放心，咱再来一回，再来一回，来，我的天哪！呀，哎呦，姑娘，交个朋友啊！害怕，害怕，干什么？咱们喝一杯吧。拒绝。别。你别过来，你别说了。不挺好吗？您这是演戏吗？有你这么演的吗？你这太费演员了，您这个害怕、拒绝、挣扎，我都演，求救我还没演呢，来不了了。快来救救他！你不适合你，救救谁呀、啊？救救谁呀、啊？不是救救你吗？这就不用救救我，不用救。我以为救救你，你不用救，玩命来，这不行，这我不行，我不考虑了，我换演员。你别换，啊、我换，你再干，你别换，我换，我你到，你再给我一个机会。你只适合你考。我错了，我错了，龙龙，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我真的需要一个机会，我觉得我是个人才，我可以胜任这个，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最后一个机会，就最后一个，给吗？不给也得这么演，谢谢你们。好，那行，这么着啊，最后一个机会，演得好咱就来，演不好鞠躬下台。咱一块儿来，别一块儿，别 ，no， 你自个儿演。
他自个儿演，自个儿打自个儿、啊。没有打的戏，我跟你说情节，你自个儿演，完全看你个人的演技。哦，你说一个情节，我来演，行吗？我自个儿来，行吗？没问题，就看你自个儿了。你说吧，我得离你远一点，我得，太吓人了。你说吧，来吧，我设定一个情节啊，好，我自个儿演啊。好比说，你媳妇儿正在医院的产房生孩子，啊。不是你生，不是你媳妇儿，我没说完呢。哦，我以为让我演我媳妇儿。你太着急。好比说，在你媳妇儿在医院的产房里生孩子，好，你作为一个丈夫，非常焦急的等待。哎呀，怎么还不生啊？哎呀，什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突然，产房里传来了消息，生了。哎，把孩子抱出来！哎呀，女孩，看错了，是个男孩。哦，是个男孩，男孩他也喜欢啊，是个大胖小子，长得可爱啊，像岳云鹏。说错了，不像岳云鹏，像孙越。大象，大象，你的鼻子呢？非常的可爱，爸爸这个爱呀，虎头虎脑，大胖小的，足足有一斤三两。啊，我说错了，是21斤3两。哎呦，这时候产房里边又传来了一个消息，又生了，啊，抱过来，哟。双胞胎还是龙凤胎，高兴啊！哎，又生了三胞胎，我四胞胎，五胞胎，六胞胎，七胞胎，八胞胎，九胞胎，十。哎，你怎么不演了？这不用演了啊！这不是我媳妇生孩子，那这是？这是隔壁母猪下崽呢！去你的吧！哎呀，我们哥俩一上来这个欢呼声啊，比别人少了好长时间呀，非常开心啊！大伙都认识旁边这位吧？哎，大哥看见了吗？那头排这个玩命喊着不认识，这是我师哥，大伙都认识他，也都喜欢他。我相信今天的欢呼声、掌声不是给我的，都是给他的，对不对？你们祝你们再喜欢他，今天他只是一个捧哏的。没有我，他今天什么也来不了，知道吗？谁说的？我可以逗哏啊，可以说单口啊。你单口，你说什么？你单口？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这都是我的东西啊。什么叫你的东西？定场诗，你的东西？谁不这张九南定场诗小王子啊？哎呦，我是定场诗父皇。行，你们就这样，对不对？既然这样啊，我不演了。哟，怎么今儿你个排练过了是吗？好，那是我不演，我可我跟你说，我可真走。拜拜。Sayonara。 好，我走之前我说最后一句话。好，什么？你没神神就能拦住我了吗？这你要这么的，你有什么遗言你先留下，我们听听。你说他60了还这么使吗？最起码来说，在舞台上他这个呈现状态符合他，观众也认头，你就没有什么对不对的。等他以后上岁数了，他累了，他就不这么干了。这会儿你拦着他，希望他像90岁的相声泰斗那样表演，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允许是吧？百花齐放，但是我们看着是累啊。好好的行吗？好好的说说，我跟大伙儿熟悉一下，对不对？这熟悉的过程好长哦。接下来我们要说相声了。哇，他这么惊悚？我们是有主题的呢。我都没想到，我们哥俩都没有想到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三三，对不对？哇，这么快入活了，因为中间我没有写其他的文章。其实您说这个三啊，刚才每个师兄弟都演了。对了，虽然说演的都不怎么样啊，但是来说，
啊，确实不怎么样。我研究了三是什么？三什么呀？三方关系。对了，比如《三国演义》，对，还有三阳开泰。再说一个，三打白骨精。就那点墨水没了吧，宝贝儿？第三季没你。你们以为他是导演呢？他是导演，第一季能那么惨吗？这个小游轮，哎呦，最起码我还第一季还有我。我研究的不是您这些，哪些？每个家庭里都有三方关系，这是实话。咱就说我们家吧，啊，就有三方关系。哪三方呢？那我跟我媳妇的啊，我媳妇跟我妈的，哦，还有我妈跟我爸的，这几个关系怎么了？这三方关系，我跟你说，我们家呀，天天打呀，比咱们打的还狠呢，你知道吗？不是咱们这家里边就是天天家里边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家这个经特别难念呀。有多难念啊？相当难念。你别老这，人好好说。行了，咱就说，先说我媳妇跟我的关系，啊，怎么了？我媳妇蛮横不讲理，哇，天天就吵架，所以造就你这样的性格。我也是在家不敢吱声啊，来外头我算撒了法子呀。哦，我跟你说，我跟我媳妇啊，就说我媳妇有点事没点事都能吵架。是吗？正常的男的你都哄不好他。那是你不会哄，你天天就这性格，哪个女孩你能哄好啊？老怼人家能哄好吗？那你什么意思啊？要你呢？那你是不会哄，我要我就能哄好。行，咱俩在这扮演一回好不好？什么叫扮演一回？咱演一回我跟我媳妇日常吵架的这个感觉，你就看你哄得好哄不好。怎么演法？我听听。我演我媳妇儿，你呢就给你一个荣耀的时刻。什么意思？你演张九南。你那意思我演你？对，完你演你媳妇儿，这好不好？我的天，那你媳妇儿长得哇也太微妙了吧。就这么演，大伙儿看看。行，开始了啊啊！这个，我是你媳妇儿。好，我主驾驶，你副驾驶。行，开始啊，开始。哎，老公，别看，往前开。老公，不是，别说话，开车呢。不是，那我怎么踩油门这车不走啊？手刹。对呀，拉手刹呀。这都不懂。那个女的是谁呀？是车上还有第三个女的吗？没有，那是你给我下来。车窗没关，人家这不旁边的司机吧，人家都看出来了。那为什么你不搭理我而搭理他？你是不是喜欢他？我帮你去追他。嘿，他要娶你。我说什么？我没说这，我就告诉你拉手刹。再说一遍，拉手刹，把手刹撒开。你为什么跟我说话这个态度啊？不，我跟你说话应该什么态度？正常态度吗？跟我急什么？我哪跟你急了？那你现在在干什么？不用说了，我知道了，你不爱我了，所以爱是会消失的，对吗？哎呦，我就说一个松手刹。松什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为什么吼我呀？我没吼你啊。你特别不耐烦吧？我哪儿就不耐烦了？我是跟你结婚，不是跟你讲道理。我的离。这是我们家最初级别的打架。还有什么更高级的呀？还有打得更狠的呀。什么呀？我媳妇跟我妈呀。你媳妇跟你妈，这个你各位是知道的。中华五千年，自古这个婆媳关系它就很微妙。哎，对了，我媳妇都说嘛，啊，这个婆婆跟媳妇是一辈子解不开的冤家呀。对了，你看，哎，但是你啊，你就是你奶奶，就是你妈吧？我妈，你妈跟你儿媳妇关系就会特别好。我妈跟我儿媳妇关系会特好。对了，为什么？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你是盼着我们家一天都不安静吧？我琢磨是这样的，不说我儿媳妇儿，就说我媳妇儿跟我妈啊，见天吵架。怎么吵？其实原因很简单。什么原因呢？就是老人啊嫌我媳妇儿啊穿的少。老人都有这种观念。其实您看现在大姑娘小媳妇儿，大伙儿为了爱美，夏天为了凉快，穿的少点正常。对，很平常嘛。那我妈就不行，非得呲儿她几句就吵起来了。就这个吵。对啊，
哦，行吧，还是很少见这个。咱们再学一回，再来一回这个。哎，您呢？扮演我妈。我扮演你妈也不像啊。怎么不像啊？就非得扮演你妈。您扮演我妈，好吧，我扮演我媳妇儿，就是因为穿的少去，其实就很正常的穿着。这么简单的剧情，吵起来了。可以，来一回，来一回，好不好？这事儿很常见。开始了啊，那现在我就是我媳妇了。开始啊，就是我妈。妈，那个我出去啊，出去一会儿我就回来啊。看看。看看，妈，你要输液呀，妈！这几点了？几点了？出去啊？这不七点半吗？七点半，大晚上干嘛呀？这是游泳去啊？不是，怎么是游泳去啊？啊，不游泳怎么不穿裤子呀？怎么没穿裤子？这不穿的吗？上衣太长了，挡上了。是，一分裤也算裤子呀？您怎么说？什么叫一分裤？这叫超短裤。我以为是那勒个裤腰带就要出去呢。超短裤，年轻姑娘都这么穿，大半夜的，晚上七八点钟出去什么夜跑跑步，给谁看呢？啊，给鬼看呢？丢不丢人呢？是是，您穿的不少，鬼都不看。谁说的？怎么？你爸就爱看我。哎，老头子，老头子，你出来瞧瞧吧。又怎么了？你看看，就要出去，我说什么都不听，气死我了！行了，别生气了，我在里边都听见了，不就是夜跑吗？现在年轻，听着了你不早出来，非得让这媳妇给我气死，是不是？听着你不早出来啊？我这不是出来了吗，宝贝儿，行了，你给我少来这套，知道吗？啊，管管呐、啊！我在里边都听见了，行，呀，走了，你这不管就走了，不管你就走了是吗？啊，怎么了？我错了是吗？我错了是吗？现在年轻人穿的不很正常吗？你急什么？我影响你们家庭和谐了，我红颜祸水了。你笑什么？我这是哭呢，我什么时候笑了？哇，咱俩结婚多少年了啊？四十年了。是，我说过一句我累了吗？我没有。怎么了？我也没说什么呀。还没说什么？还要说什么呀？哎呀，别碰我！怎么碰都不让碰了啊？所以。爱会消失，对吗？哎哎，好，这掌声是给谁的呀？哎，你们这是掌声气不死他呀？你们这样，我觉得是给你的吗？给你的呀。再说，我再听听是给他的有多少？告辞，告辞。干什么呀？没人气了就这么自暴自弃吗？对对，三十六了就想死吗？好，我现在我很欣慰的就是你还能把我拦回来。不认识我吗？认识，还算是很有名气的。哇塞，除了这哥六个好像谁都不搭理你呢。德云六队队长。哎呦呵，行了，快了，快不是了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队长死在了沙滩上。要不你逗哏？真假的呀？拦不住你是吗？你逗哏，你逗。介绍一下，我叫张鹤伦。虽然说有一些过气了啊，确实是。长相来说呢，也有点做旧了。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人活的就是什么呀？心态。对，咱还是有发展的。有什么发展呀？对不对？这个舞台现在是属于咱俩的。对，一会儿还属于别人的。属于谁啊？孟梦桃哥后边上来了，咱不下去有他们上来的机会吗？漂亮哥哥，咱们先慢慢演，我们哥俩演不痛快谁也别上来。不着急，我觉得这一季啊，今天是最后一期了。对了，咱们得珍惜今天的机会。是，对不对？上季来说我都已经很惨了。行了，可以了，我不想听你聊上季的事儿，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上季没有我噻。真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一季就是咱们的翻身之日。
是吗？老话怎么说了？怎么说？瓦片上有翻身日，东风也有转南时。对对对，山阻石拦，大江必定东流去。下一句你自己说。学武你为什么不说下一句呢？我不知道下一句啊。你就不听师傅的评书吗？嗯。你看你跟师傅在镜头面前现在就已经给你画一道了，知道吗？画道干嘛？画道，师傅是现在是评委，谁说的好与不好，于大爷一人给画一道。这俩人就会干这事儿。他们现在已经通过那个摄像机已经捕捉到你的表情和语言了。既然这样的话，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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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咱们从根源上断绝他们。漂亮，对吗？啊，没人搭理我呀，我也走了。别别走，哎，我这边上来就给位置先夺过来了。别进来，我就别着急。既然已经犯了这种低级的错误，哥带你飞。真假的？带你飞？你那么胖还能带我飞呢，哥？咱们甩的都是脂肪吧？飞也能飞起来？这不大鹅吗？这是不是？带你飞，就在哪方面飞啊？哪方面飞啊？事业长虹啊！是。今天为什么来啊？为什么呀？为的就是冠军啊！咱没法跟人家比，你刚才那劲儿呢？行吗？能行吗？你那劲儿呢？真的，反正来就来呗，这意思对吧？怕谁呀？好，可以。我就说不说相声，这么多年，啊、对对，在这儿受的欺负，今天我要全给他倒不回来，知道吗？不说了，不说了。怎么了？咱走，哥，退出，咱走。我没说退出。没有德云社的光环，你是个屁呀、啊！谁认识咱俩呀？我大褂怎么掉了？我大褂怎么掉了？你别甭穿了，你甭穿了。我先不穿，我还得翻一会儿，我先给他藏起来。咱这说相声是咱的根啊，咱眼前啊觉得你说相声那帮人刚才说的，你看着、有一对好好说相声的吗？单独的好好说相声却差点了，那怎么着？咱们得啊，往更高的地方得飞一飞了。怎么飞啊？首先来说，咱俩得有一组合的名字。组合名字随便挑呗，对不对？你看凤凰传奇，人有了；动力火车有了；哎，德云兄弟，利民见语，这个好，字儿咱都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利民见语，对，怎么样？首先咱们进军歌曲界，歌曲界咱行吗？哈、啊，虽然我们没学过，但是我们天生就会。哎哎，没问题，来两嗓子让他们知道知道，亮亮亮您的嗓子，大家一块来啊！您先来听这个啊，来。天上飞的是什么？老鹰。家巧，老鹰。程序员，咱不是猜灯谜了，和声唱和声，没给我一个小机会，组合吧，就差那么一捏捏，过气了吧，都没人搭理你，好家伙，你要不就听，要不就出去，对你都冷板凳了，你还舔着脸搁那儿，一个冷板凳，哇，我都没有坐过冷板凳嘞，啊，那种孤独感是什么样的呢？无法理解啊！差不多得了，我还做三期呢，我跟你说。这回知道实力的差距了吧？谢谢哥，谢谢哥。快来来回来回。天上飞的是什么？和声。让我来和声吗？我让你唱什么？什么什么？行，明白了。天上飞的是什么？什么？鸟儿还是云朵？什么？咋呀？组合起来，你去死！你要能唱就唱啊，给我一机会。天上飞的是什么？什么？鸟儿还是云朵？云朵。我把自己唱着唱着，你听到了吗？妈妈。接着来吧。唱歌不行，唱歌你想干什么呀？人家就有唱有跳，唱跳。对呀，跳舞，跳舞行啊？可以啊，没问题呀、啊。行吧，兄弟，来呀！我跟你说，没问题，哥哥。好家伙，虽然我们没学过，但是我们天生就会。来来、啊、来，再来一段。你啊，你起音乐，我就给你跳。你想跳刚强的吗？阳刚一些。阳刚的歌咱有啊。嘛，咱来啊！你到底要回几个道具？
不说了吗？从队长那儿扣。你把桌子挪那儿去干什么？来个阳刚点的。阳刚点的吗？对呀、啊。好，我不耽误你演出吧？对、啊。你不能把我也拆了吧？你拆，你跟破烂没什么区别。好，来了啊！马蹄难去人非王，人非王，曹秦王，陈飞扬。我愿守土扶开家，堂堂中国耀然四方。服我！咱们这样的话，演一场基本上就快累死了吧？那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呀。喂，你想拿冠军干什么？挣钱。挣。话虽然很苍白，但是是实话。对，怎么挣钱？咱们挣钱、啊。想挣钱的话，这方法太简单了。你说一说。咱们俩带货直播呀。对了，那行吗？哎呀，兄弟，咱们俩虽然咱没学过，但是我们天生就会。啊，兄弟，哥哥，咱们今天卖的什么呢？卖什么？告诉他们，听着没？卖什么？就是它。哇塞，这核桃，核桃。好，你以为是普通的核桃吗？不可能是普通的核桃。看它的颜色，看看它的色泽，细看一看，就是普通核桃。完美，但是它就有着不普通的地方，它肯定有不一样。如果它普通，别的直播间为什么不卖？为什么不卖？说一说。哎、他们不惜的卖。它是多少钱？多少钱？卖多少钱？你告诉他们多少钱？卖9.9。9.9，对，这么便宜的婆子就该卖9.9啊。对，9.9，你看着它普通，实然不择呀。怎么了？它一棵树上就长了这么两个核桃。太对了，那棵树上其他的都是火龙果啊。漂亮，哇！火龙果，对，这一对核桃牺牲了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呀、啊，都有啊。还让它有了金刚不坏之身，无论你怎么揉捏盘磕，伤不了它的分毫，根本盘不碎啊！这才让它有了如此。嗯啊，碎了哥。漂亮，必须的，漂亮！我跟你说，我3年前我就让你磕坏了，早就恨他了。但是这事儿一直弄不了，那是怎么回事？今天容易都磕开了啊！你以为我卖的是核桃吗？不是核桃吗？当然不是了，是什么？里边的核桃仁儿。哇塞，你根本想不到啊！对了，营养丰富，小孩吃了它，什么叫清华？什么叫北大？哪个叫北大？都能考上，根本不在话下。没错啊。天造的一对，地造的一双，你花多少钱你也找不到第三个，根本买不着。这才是它如此珍贵的东西。三弟，三弟是你吗？今天终于团聚了，哥，终于团聚了，这三个人好不容易。哥，你别哭了，哥，你别哭了，他们一家子都在这儿啊，哥，你别哭啊，你漂亮，哥。对，你以为我今天卖的核桃吗？不是核桃吗？核桃仁吗？那是什么？网兜儿。我这应该打死你，知道吗？打我干什么？多尴尬呀、啊，这玩意儿。尴尬吗？这不就虚假宣传吗？这能好得了吗？不然得打死你。现在好多网红都是这种夸张其词，这不好，来点好的。来点好的。对呀、啊，来点好的。我觉得要想来好的话，咱们这样吧。什么？咱们两个，咱俩干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呀、啊？可以给当评委。评委？对了，当评委给这画道。画道？对呀、啊。那行吗？那个？哎，什么叫不行啊？哎，虽然我没学过，但是我们天生就会。画道去，画道去。